要炸平民，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让他跑吗？ Back off。报告队长，广场有人持枪。看到了，队长，我去。Fuck you！ 前方保护剧情 ，101 calling Fabio。闹钟，开车。是。我们是中国维和警察。